哇哇哇哇，这是什么？怎么全是小马宝莉的卡片？哇，今天捡了好多的小马的卡呀，小伙伴，我们来比一比，分享一下你们有多少张。评论区打出这个字是天才。看到小马的卡，小马宝莉的卡。好吧，今天要这么多的小马宝莉的卡，咱们去玩具店，就在这家玩具店换点奥特曼的卡包，好不好，小伙伴？来吧，来换一个橡皮人，再换一包星辰，然后的话，我们再拆点什么呢？英雄对决，然后这个是闪耀，闪耀就不拆了吧。我们再看一看，小伙伴，哎，这什么？哎，这个拿回去吧，小伙伴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好可爱啊！好吧，小伙伴还想换点什么？还有小马的卡包，小马的卡包就不拆了，咱们换点奥特曼的卡包。奥特曼卡包怎么这么少啊？都看不到了。好吧，来盒传奇吧。好吧，老板结账。大家好，我是麦克斯，想不想跟我做个朋友？小伙伴，你们这次考试考多少分呀？小伙伴，你们考了100分的，如果考100分，我把这个全都给考100分的。小伙伴，你们这次考了是考了几个100分？评论区告诉我吧。不许笑，不许哈，你们这次考试考了几个100分？好吧，咱们再来一会儿传奇24，然后先来一个橡皮人。哇，这个橡皮人给到一个高斯。然后的话，我们星辰，好吧，拆一包星辰吧。这包不拆了，这包能出。哎呀，给了一个劈腿的赛罗。然后的话，再来一包欧布，和再来一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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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，小伙伴，咱们这期视频到这里结束了，拜拜。